也是我的一种能力。Yeah， 没错，时间会打败距离，但是没有说过我不会再有续集。每一句都对我来说都有预备，有一次让你难过，真的不是我的故意，想把你藏我包里，被你摆弄，那算是我的报应。我有点不讲道理，对你总是用暴力，见不到你我会着急，我们拥有相同。